现。在湖南卫视七月改版亮相的新栏目中，还有一档创新设计的竞技节目叫做全力以赴，将会火热亮相。在首批亮相的嘉宾阵容当中呢，我们就看到了有韩国偶像组合 EXOM， 还有方力申。下面我们就到现场去看看。我台全新推出的竞技类节目《全力以赴》日前已经开始了第一批节目的录制，奥运冠军李小鹏、香港歌手方力申以及韩国新兴偶像组合 EXOM 等艺人加入到节目当中，艺人们将分为两队进行竞技 PK， 现场既有比拼速度时的激情，也有落水惩罚时的幽默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